鹿角珊瑚的学名是 Acropora aspera，它是鹿角珊瑚科鹿角珊瑚的一种。它被发现于印度太平洋西部非常浅的水域的礁滩和细湖中。鹿角珊瑚的俗名是鹿角珊瑚或鹿角珊瑚、鹿角珊瑚。鹿角珊瑚发现于印度太平洋西部极浅水域的礁滩和细湖中。具体来说，它可以在以下位置找到：一、印尼；二、菲律宾；三、马来西亚；四、泰国；五、缅甸；六、越南；七、柬埔寨；八、新加坡；九、汶莱；十、东帝汶；11、巴布亚纽几内亚；12、所罗门群岛；13、瓦努阿图；14、新喀里多尼亚鹿角珊瑚。学名 Acropora aspera 是鹿角珊瑚科鹿角珊瑚的一种。它被发现于印度太平洋西部非常浅的水域的礁滩和细湖中。鹿角珊瑚科是最多样化的石珊瑚科之一，全世界有500多个物种。鹿角珊瑚属于鹿角珊瑚属，是石珊瑚种类最丰富的属之一，全世界有200多种。鹿角珊瑚学名 Acropora aspera 是鹿角珊瑚科鹿角珊瑚的一种，它被发现于印度太平洋西部非常浅的水域的礁滩和细湖中。印度太平洋地区的鹿角珊瑚栖息地是印度太平洋西部极浅水域的礁滩和细湖。